虽然是因为增加，但是咱的寿命是减低。
也有生意做出来后，一个人的爱动真坚持。如旧头的
闲聊还是公聊，尤其是咱会议室来说着。那么咱，我敢是讲，咱爱包含的这世人，咱有限的这个生命，包含的这有限的生命，赶紧行功立业，赶紧呢，把咱的自信当提升，互咱下当呢，我真正生活再来的时阵哦，忙去拄着迄摆的经验。那么当然，这是学校内间最一个共同分享。那么阴暗呢，不是学校学习的吼，是由咱幽灵化教师，也就是咱的幽灵化组长，今日是伊会甲咱做一个专题的这个报告吼。那么当然，伫咱幽灵化组长，咱会当了解，伊是一个非常尽责、尽责，叫做尽责的，佮而且呢非常诚心的这个组长。因为呢，伊是那是咱中年嘛吼，那么伫伊这个新当电话老师的过程当中，学校有时间处理母亲的，那么非常的勤奋，不管倒个心情，会使讲呢，真正是咱伊的祖师的好，人讲伊的祖师的好祖孙呐，非常尽责，非常的诚心，真像伊个照顾咱妈祖，单位的这个咱妈祖做的这个老菩萨。真正照顾到无微不至，上车去落车，吼、哦，因为我家己往常时啊，甲伊电话头做伙开座谈会是两个对嘴，真正一个老婆生，一个仔，你去到门口仔，还袂出来，搁出去，搁落去叫，真正无简单哦，一个天道要有这种耐心，会使讲是无简单。那么伊做哩这个新北山的演员呢，嘛是拄好上个组别，所以讲呢，伊真正是见解。学校你是伊在教，伊在教学校补充，有时啊吼，爱学校联络啥物工作时，拢是伊在教我多督促的。那么拄只学校拄啊吼，要来介绍时，我都接到徐太太的，啊徐太太，我甲讲等我甲伊联络，因为呢，伊咱推动的话过程当中，学校嘛渐渐变变，真正昨下咱我组长我加困袂去，互我昨下嘛困。因为呢，昨那个甲徐太太联络，吼、哦，就是这徐小姐，伊的身体都无解松垮。那么伫这个过程当中，就是这个周小姐嘛，佮来讲，讲吼，这个母亲呢，不管是用阿佮伫个身边咧来观察，阿佮伫个来观察呢，伊也小可有体质吼，啊，就小可来找一个麻烦的。所以讲，我感觉讲，因个实在是真是可怕。那么咱嘛有感应，咱来迎一个，因为前面有先这个徐先生，伊会当迎一个的好嘛，伊早无神无鬼论的吼，咱若听伊讲就知，咱有听过伊分享就知，伊是无神无鬼论的，为甚物伊今日知影迎一个的好嘛？不过啊，就是有感应。有感应，那么各位想想，这一年是发生伫身上学校做笔录的，不是伫学校的身上，但是学校嘛有感应，哦，那么我心里一个，等下下课会接应的时阵呢，我嘛真真紧张，尤其呢，我搁听着咱父亲叫阮叔叔比讲吼，啊做音波书，我还感觉伊搁波书啦，以前搁到幼稚园好啦，哦，真正变到老参加。所以讲，我嘛唔敢害怕，一直咧家己求生活的办法当。那么伫这个新的这个一年当中，伊爱做人民的过程当中，爱来思想去甲做一个鼓励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我本来两礼拜要邀请伊去台北来体会班，甲做见证，因为前个月请伊就是伊袂当去，啊是伊我去分享。那么这个月吼，我搁来邀请伊去台北。爱多要听我联络讲是安怎去哦，啊，所以伫这个徐小姐见面嘛，吼，咱亲身体会着讲因果的这个属性，这个科嘛。那么重点，咱天道属性哦，天道然后天道属性，今日呢，咱爬山无定的，无伫这个所在。伊爸爸讲就是哦，骨头一归尔哦。那么当然，咱上重点是来感谢天文书店。啊，学校内无搁再甲咱做导师啦吼，咱重点是来请咱杨明华组长来甲咱慈悲开示，最后也祝咱最近的代表会当欢喜充满，身体健
所以讲，我当然。
咱听有缘故，以后回去见，吼、哦、见好人啊。那么，那么我想的意思就是讲，大家拢对厝内，大家本来大家是啊，咱拢对啥？你对啊？咱国家都是一天，咱拢有一个国家哦，啊，咱才拢对出来。哦，这个是啥？这个是咱拢知影，这个是苦海。这世间是苦海，咱拢知影，还是讲，先讲世间是苦海。哦，我到外面台前，伊阿有个先讲个啥出来，作者感触。刚出名啊，吼，所以大家吼，讲无啥会出来。好，当然嘞，因为咱伫这世间当中，浮浮沉沉，成功淡薄换年代啊，时间多少时间，啊，咱姻缘是太深，所以讲嘞，坚持着这个姻缘，吼，而且还搁个把师尊来讲吼，因为咱大家都是兄弟姊妹，一师。一波几处，一输几头。咱原来拢同一个所在来，但是，哦，因为伊你个经来去毛讲了吼，五方的仙学校，半天仙道都下生，五方的仙下天中。哦，而且呢，哦，还是认真经，咱有读迄个真经内底，咱就去了解迄个。所以讲，伊拢家己个所在啦。所以讲，肯定咱骗，肯定咱骗。咱家己个所在啦，咱是本分好。千里眼是咱师尊以信闻了讲，千里眼犹在嘞。好命人生犹不变，虽然假世万年，不见犹原在眼前。反正哦，就是咱师尊过去修那点千世嘞，伊就讲咱的眼观，达到万年啊，咱世间里面啊，讲眼以原来所在。哦，虽然咱到老老咱的人生啊，就是天，叫做人命关天，咱拢知影。哦，虽然足远足远，感觉足远啊，千里远，咱讲远远在千里，近近在眼前，是嘞。哦，近近在眼前，无话讲啦。啊，讲西方十万八千里，近近在眼前，就是讲无远，是咱的生命问题，是咱的生命问题。好、哦，其实。千里眼金线呢，就是一条金线，一条路径，哦，迄真长。我西方是一条路径，啊，咱讲唯一的路径，唯一的方向，一条方向。
所以讲，迄个心，迄个心拢牵连着，只是咱真现代个当中，包括吼，先着心着天客伊个，只个恁个客个感应，咱无用感应，因为心已经离开，也毋是咱老母要离开啦，也毋是道离开啦，道也是不属于你啦，可离开道也道，不管人是人是物，都是我的。都因为咱无离开，咱本身就是，咱若无道理，即我都讲个自信，我是叫做心在人在心里面吼，心啊，我伊个心就是安，即个心就出现，我即个心就会动。所以讲呢，咱来了解吼，咱本来心本来要有自信起个，哦，所以讲我伊个人心有变，永远都无改变，哦，是咱互我比一下啦吼。咱拢是为好，哦，大部分啦吼，哦，大部分啦吼，当然，你若是囡仔出外地当中，咱老爸就也是时间有限，哦，也是或者是当有当，哦，或是啊，看人挂号啊，迄个心，即个就是咧先说讲，时阵咧恁，你甲恁影相讲，啊，恁老母会心个，哦，那。对囡仔的心是啥？迄个心我都改变，是互我较早，我阿妈较伫个时阵，我爸妈也是，阿去对啊，去遐找人，时时咧，迄片咧拢想尔，心拢挂咧遐，拢咧思念囝，拢咧想囝，挂心咧囝，哦，真正，我一感受，因为咱拢伫这当中，咱拢感受经，甚至经验都体会过啊，哦，咱只要在当中，咱会当去体会。对咱教，对咱放，我当然，咱伫遮修行，伫遮轮回当中，受业受苦当中，伫遮苦海的苦行当中，咱老母娘真正是，那讲，哦，真正来时拢是，哦，艰苦就艰苦，哦，来就是一定流目屎，一定在想咱的生活，生活一个一个当中，那个欢喜来，当中遮苦行的时阵，哦。唔知影倒转，哦，所以讲，咱厝内伊个时下，上紧放多钱个，放下即自救，放下一条金线落来倒来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伊个一条金线，又会当倒转去国家用，分分分分。所以，假设人经营完成安全，我得到讲，其实拢错，哦，咱早晚听时间去讲讲三三多钱几多哩，哦，所以讲个迄个因是断因。永远的改变，只是后面咱离开有无无无啊。当然呢，这个因缘当中还是有误解啦。吼、哦，当然，因缘不如咱误解啦。吼，误解啦，拢对生甲死，对生甲死。修行，所以讲，伊
职业，伊看不到哦，歹朋友友情当中，那是啊，人讲真正有影足惨的，社会嘛要解脱的，啊是搁变嫉妒的。所以讲，咱做时代嘛是来讲的是担心的啦。到我讲，平时咱大部分来担心咱些啥，真正的真担心的，所以讲爱有病，爱还是得病。哦，人讲爱变正哦。
安塞小姨，那么欢迎。因为今天咱也知影咧，就是拢有咧上课，甚至课外课啦，吼，拢咧上听咧做这个啥功课。那么，因为第一世人中呢，你才老古的人中讲经文甲咧天理吼，吼也足灵的啊，足灵到的，所以讲拢会着。啊，拢会着咧讲上师呢，因为你才老古的人中知影，每一家人拢知影爱念经，就是因为。到家后在当中呢，只大部分就是感情来变爱上课。那么变爱上课当中，伊些上司呢，些取消法务员哦，当然伊就那时啊无像大部分个人都习惯。啊，但系当上司伫个当中呢，即个思念，他拢在变爱上瘾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讲伊个感觉就足怀疑、足疑惑个，所以伊当中呢，要找个原因啦吼。你就知影，反正到尾一工知影，啊，两百三个，两年前迄个同城市，我迄个咱个迄个，吼，伊个事件去啊吼，同阿问同乡，我原来，我咧就是只大本个，吼，啊，像我咧两天在咱做零钱，啊，今仔做零钱同乡来叫，叫伊起钱先，伊才是才开上迄个早课，啊，其中个咧西城市个，并且思想保持并且，吼，一个三分啊。和尚，伊呢，吼，起一个人心呢，起一个讲有好心呢，一个人狂叫的呢，当然呢，同我，同我咧滚水哦，然后咧滚滚哦，对迄个，迄老兵看我快，啊快呢是表面话伊无好啊，无好爱在呢，所以讲呢，害死表面，你表面了几十多滚啊了。啊，到迄个当人中咧，当上司哦，因为过去拢有些大部分咧，人中拢知人来，爱讲咧，我也知拢知人来。那然后困觉哦，然后哦，哎，哪困哪好，困觉我大部分知人精神。哦，按伊迄当中哦，做开时阵，哇，大部分发现讲些大部分已经死啊。哦，那是第一世第三，咱唔讲第第第一世第一个。那么咧，一些大部分咧，当作是死掉的。这交通哦，彻查交通。我交通就是呢，过去社当中就是一只大本，啊，一只大本就是用文件哦，文件啊，啊做历史书那一件哦，做历史书，最大嘛，伊说最大，哦，他们讲是。啊，迄个因为迄个和尚呢，开始迄个大本迄个和尚呢，当然咱个是时阵啊，做教，是做教，出外去了呢，胡子啊，咱知胡子无？教啊吼，啊教呢，当然伊因是过去伊是啥，伊用信分，最重要是讲伊是信分，教不容易个。交付因的，所以讲呢，因为有一间山，一间寺庙，啊，有一天因咧交付，敢拢爱去山顶彻查，啊，发现一间寺院呢，寺庙三尊佛的当中呢，伊啊在处理迄故事书，无样大，啊，迄个向最后最后拍好啊，最后个啊，哦，我个人嘛，无去安尼拍当中，哦，啊，导演伊伊是伊个心计，我等于讲你买山顶回来。啊，其他方面也无啦吼。啊，当中当然，到一间寺院当中，吼，啊，当然是，伊过去就是有迄个因缘缘缘，所以讲咧，变成过去迄个因缘。那么，伊每日拢去献花啦、献花啦吼。当然咧，即个交通拢去买过去献花吼，供佛啦。这个是一个因缘，吼，所以讲呢，对因缘是过去的因缘，咱都来做供佛，哦，供养诸佛，哦，咱们讲的迄个那是，哦，功德啊，吼，所以讲呢，因缘因缘，啊，伊自家，我奇怪招，嗨，去看伊的花吼，伊的花，我来一到会涂骹，我来明明个插的花，但明明
变心了咧。啊，出来当中盘，第三个盘开始咧，吼，我从伊个那个那啥来，伊家己算完，我啊，今晚我这个算交易咧。今晚我伊起这个分析嘛，转完到另外起现金，这现金就应该是过第一一世当中第一世一个和尚。所以讲呢，
遐见证伊足真实个命，了了啊水，就呾许流水面。所以讲，这是对生死个问题。所以讲，见真实吼，当然个伊当中，吼啊，伊伊伊志工上虽然即起始，啊起起始个即三年古地，我吼啊伊透许，所以讲伊个当中深深个体会吼，我伊社工个面对生死关。先到繁华当中，到了咱无认识，吼，所以讲咧，从你当中到尾当中，咱知影，吼，伊到尾当中咧是讲吼，这基本上就你大只吼，你心里歹想，你所以有一个声，我声是多多吼，拄好来讲几百下，吼，要起来几下，啊，如果当中就是讲吼，伊知影基本上主要在讲伊的认识，吼，爱做些。所以讲咧，伊即个好救命嘛，好。啊，当然就是，若讲无完无成，后面去归途啦，好感谢咧。若讲冤家路窄，实在讲咧，若讲伊过一世，因为可能计算嘛是实咧，还有比较实力啊。哦，啊，讲今年当中你遇到对对势吼，你然后做咩，你当中迄个果就到啦，吼。所以讲咧。伊啊，收个当中，伊收到嘞，出多些，一天内几顿声。啊，当中嘞，伊收个一单，当当迄个一个天道当中，一天嘞，好几到几顿声就是。哦，啊，到尾吼，年初要钱啊，啊，到尾伊得心嘛，得心嘛来得下啊。所以讲嘞，迄个基本上都迄个钱，伊爱坚持到底。啊，你爱上三世，到这伊过当中嘞。啊，做的是一处的当中做的了快，伊袂使讲吼，伊安尼当中退着心，所以讲爱坚持到底，人讲爱始终不变，吼，人讲老树不动。啊，当中的这个包青龙到尾，迄个伊娘的就是基本上是安尼家己自己家己去死了，当然伊坚心动的信心而心拢无下，到尾吼叫无死的成就。依靠钱到位就是，所以讲伊个世上比较无用，咱知影心情压力，心情都歹过咯。咱这过去一段故事，啊，因为这段故事当中，实际上讲了吼，事实因果的业力，其实不会啦，吼，因为有因有果，吼，有果嘛，必有因，所以讲，当然，你这当中。这个买衫的意义，所以我来谈到这些意义当中，哦，这些大家就是当然，我来咱今日讲啦。以前咱可以哦听过，哦大家我讲一下吼，当然伊这买衫的意义，哦，那是啊，因为伊爸爸、伊妈妈进入这样啊，认识个啥因果业力个一个课堂，哦，阿妈对这啥？因为这个因缘呢，当中呢，虽然那是真实的啊，我讲咱这个啥基本上属于这个因果的这三世因果。哦，啊，当然伊过去世人讲来了解吼，当然伊过去世是咱。所以说，那就是因果的一个报应。
百两三百年、三百外年前的工具，即世代的时阵，你来考，是爱考看的呢？之前阵有看到迄三迄个叫工具，照条，照人的身体来是，你讲吼，讲无啦。哦，我是讲的，我听你讲讲吼，听你之前讲你讲讲吼，讲古人的吼，拢有迄、迄、迄、伊迄条啥，伊劝大人。变心来咧，做恐怖咧，咧形象袂好。讲咧，古人个拢咧，迄个是迄个形象拢变来好看，是真。迄个印象拢变伊脑海内底啊。实在讲咧，迄时阵应该出笑。伊讲吼，伊将来嘛看袂讲迄个小点个，咱迄个张太子、张师尊小姐伊在讲，较早讲个听讲千千里鸟飞啦，千里鸟飞，就生了啥款？清明节目，
清明来啊吼，伊迄个是冤家因果冤屈吼。冤家，啊当然过去，当然过去就是讲吼，伊迄个爬山吼。
食一顿拢爱食1000块以上一个鱼啊，鱼啊你知影嘛？啊，我只爱食个外，我爱食个石斑对啦。一工哦，一顿哦，甚至一顿哦，后拢食1500块以上啦。我伊无其他个肉类，我讲是即鱼包吼，即是咱拣个对啦。啊，所以讲因即个营养当中，因即个组件即个营养当中，你看伊当时当后有一定组件去即个心当中。哦，当然，伊在求道当中嘛，莫名其妙嘛，咱阿先生伊在求道当中，当然，这一年老爸老妈当中，伊面对着嘞，因为这一年，伊开始呢，开始食素食，伊也开始食素食啦。当然，还起初当中，伊先生食做牛丁，做丁够嘞啦，因为，唔是我捌做我内心讲嘛，是因为我有咱祖先，所以讲伊第五点先求着去祖先生命，所以讲吼，迄个心就咧食，啊，到尾当中，食到尾。那先啊，那好食呢。一个早起去的当中，伊讲这个鸡肉蛮新鲜，一个去的当中，讲伊阿在食槟榔，伊食槟榔，我食槟榔解，以前我蛮食个少些，即马食个少些。那要讲较早到伊讲哪食的，食的素食的菜啦，就腌饭对啦。哦，所以讲呢，伊也关心这些人当中，哦，我以咱的近年的人当中，咱喜欢的这么是少的啦。专机啦吼，
现吗？拄好倒来找咱的，谁讲的？无共款啊，较早是啊，咱较早人写伊讲书法字唔同款，哦，万字唔同款。较早是咱人去找的，是收到讲万多万人叫咱写的，那是临书的指标。哦，啊，即马拄好倒来找啊，即波段的写字都无共款，只有咱收的字有新。啊，咱过去较早的，以写字的东西过去写啊，迄是伊伊去发表的。讲个吼，正是好好个讲吼。当然，伊过去嘛是做着好。伊讲吼，讲内当啊，吼讲完咯，内当算我四处个，迄个时间我拢袂想出讲个事情。伊有呾四处去报个声讲吼，看啥物人会当我得着得到对啦，得着无上个财富。啊，当然嘞，过去写的这体目达到的过去写是阿时仙啦吼，伊是迄个一个仙人啦。啊，拄好因为这个仙人嘞，当然有这个，啊，这个就是过去写出来的真实，过去写的，哦，写出来过去写的对啦。哦，啊，伊过去写出来的是有个多新鲜，所以讲嘞，在当中，当然嘞。哦，书伊会讲迄段伊会当回去写当中，就是做写生去写当中，哦，伊会当记录，哦，伊无体情，哦，即个有道，哦，心情有道嘞，嘛是因即个，哦，即个先过去写时，你应该是伊啊引导伊来，哦，那伊去写当中，哦，后来写当中心情有道嘞，吼，是即个一段伊嘞，哦，按你即个段伊嘞当中，咱就当这样看下吼，过去嘞。贵先的，伊求到，吼求法当中咧修自性，伊知影生死时代一个大事咧，讲生命是生死时代啊，所以讲咱人每一个人的生死拢是大代志，所以讲伊过去要做嘛，讲伊迄阵啊当时，伊问着金刚经咧吼，当然去参观迄个五祖当中，伊讲归求做不求伊问啦吼。啊，咱要做好尔，伊拢无求其他个物件，甚至生活是这拢无重要。即所谓前一节时阵，身外之物，这拢无重要。所以呢，当然呢，这是过去个，伊即个算是古圣先，伊当时呢，对倒个算伊一个认知。哦，所以讲当然有志向啦吼，当然有志向，当然爱发出这个志向吼。
所有众生之类，我界咧，吼、哦，都用原生态心去修化心啦，吼、哦，有修有修无修，有修无修，有归有修有归无修，我界都归一个道理，一个道理，迄就是咱佛的方式台湾，吼、哦，佛过去有方式台湾，当中就是有关，那么有关当中咧，伊就是要从咱家己境外所有。无论看会到、看袂到，有形无形的、有形无色的，吼、哦，是讲，啊，讲有够有些啥，吼、哦，无包括，毋是包括人类，拢包括在内，所有三千诶世界的众生的，拢要甲度尽了，对啦。所以讲是不能、不能分完，也是要分完。所以讲呢，甚至伊，当然呢，伊咧思想上面咧道理讲伊啦，吼、哦，当然这是风尘来源。所以讲，伊发出大众在伊个心当中，迄个光啊，发出来迄大观咧，是咧引导咱姊妹，咧度化咱姊妹，叫伊先得到哦，无疑的法。哦，当然咧，伊本来咱咱姊妹，哦，当然本来都会想，你是师父，我要师父啦。当然，师父领进门啊，修行在个人，伊迄个修行的方法，咱来当体会即真理当中。咱人当发出咧呐，诶，咱发心开始向着即条要倒转去诶路径咧诶前进。所以讲咧，伊欲做嘛做慈悲，因为四方世界当中，伊抛一拢带自心，抛两观加上自心，抛两观加上自心，就是讲咧，啊自心嘛是咱家己咧，伊拢向内观哦，哦咱若注意甲体会物件吼，自心向心。边写完哦，上面的主心众生，以咱主心众生是两个字，刚才哦，歪心邪心，啊，到我一直拢讲的贫心，哦，不净的心，哦，贪嗔痴爱，一切物件，一心，哦，净人心啊，是邪心啊，哦，一心不济啊，吼，咱若是无正确，无正确，正确的了。起心动念，那是无正确，迄拢是，拢是无好心。啊，迄无是无好心的引动着，哦，咱自心的众生，迄就是咱众生，起来拢爱去动嘞。哦，迄念头起来，迄就是讲咱咧爱修的物件，咱咧修就是咧修个物件。啊，咱心若无起动，人讲很难修，因为自心清净啊，本性，哦，本无动摇啊，哦，当然咧。伊即无量无边，即来世就是讲吼，足果断的，足决心的，入去来吼，吼做迄个业力当中，吼做决心的，决心来吼，即是啥？即是原因。啊，来就是讲伊自心，自心烦恼无边生嘛，啊，咱个烦恼好济，咱到啥物烦恼？哎，较早迄个本来讲烦恼是无的，啊，本来烦恼是咧对无的事情嘛，烦恼是咱老师哦，烦恼咱个事情嘛，咱伊个徒弟拢知影去倒去，拢去遮，哦，遮顶面即个顶顶当中知影倒去，所以讲伊拢会当顶山当中伊啊，伊咧盼望啦，所以讲伊作烦恼，哦，咱一个发觉当中，咱老师袂着想，哦，咱师尊甲师哥咧实在是。台语台湾啊，人伫咧台北当中，伊出来外口发挥当中，伊都要困求着观念来念。咱个姊妹伫台北当，诶，来咧听班、听班、听课当中，参班的时阵，伊较慢慢，伊就要听班、参班。所以讲咧，伫遐市郊、业业个当中，伊咧清算，哦，伊遐咧困求，伊都要困求咧业业，困求咧，哦，咱咧啥呢？哦，有暑假，有大半年来在年月当中，伊个咧，伊个咧读书，伊个规矩咧，所以讲咧，有些人先就，哦，人拢伊个咧，人拢逍遥自在，先讲咱师尊师父，先讲，人讲，当然这生命当中，人没有清闲啊，吼，我都清理吼，哦，所以讲咱只有师尊师父迄啥，哦，咱佛看无咱的心。自心烦恼，我们是蛮多，烦恼当中就是，因为甲起的迄个念头，迄个念头出来，迄个烦
以前即时即时即时啥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当然啦，你看，你看啦，又成功了嘛。小人概念啊，诸行不得无相生，诸相不得啊。
因为台湾当中呢，咱拢会带着这钱啦。因为过去咱讲姓名，咱用姓名啦，用姓名讲。讲姓氏，姓氏代啊，将伊代少伊代，将伊少少伊少伊，所以呐，过去冇咧讲啦吼。
人对这道的人用这信仰的心会再提起，所以我们这个台道，唔单单要信，是过去过去信仰的过程先，伊嘛是真正。当这个道的时阵，哦，用认真认真用心来讲的，正正经经啊，或者是啊，无啊，而且言言之中的无啊过去，修行嘛是时间，若要讲来，无啊有哪一个正好的啊，感受的无啊，感恩上天这一。先讲啊，唔通感受真心，唔通讲咧半暝吼，有阵时啊患得患失，有阵时啊感觉足紧绷咧。哦，迄个啥咧？人讲，迄个心咧，迄个心足压迫，所以讲无我有责任啦。先讲是职业的训练，还是训练，还是一个啥咧？有阵时啊，哦，跨心的训练，然后之下当中迄个因缘之下，促成这个因缘吼，啊，无我固定。安尼应该感受较深啦吼，实际讲咧，伫责任心中，使命当中咧，先讲咧，真正压力很大，真正压力很大，先讲咧，都有责任啦吼，拢伊讲讲在安怎，啊，毋知佫哦好好吼，所以讲哦，咱实在惊恐惧的，哦，伊个啥咧，恐惧的当中咧，伊个啥心烦的，实际讲咧啦。有阵时一个大因因之下，咱促成咱成就，啊，咱大成就，这是真实。哦，啊，伊透过个大因之下，咱当中会当体会着大体悟的当中，会当有一个大发心。那么咧，大发心当中咧，啊有大愿啦吼。咱老师过去捌讲，有愿有力量。
过去的伊是失败的清醒，如果咱来去做，咱就无烦。即嘛是，伊咱迄个做的方法的所在，当然的。哦，下一个礼拜，哦，拢是用台湾，哦，
爱人力为真，毋通你继续淡薄咧，因为咱有足大责任、足大使命，爱安开始去做，毋是干呐讲吼，咱伫世间当中嘛是得经来趁钱。虽然是讲咱即马上咧关键过一年，会当有动手、有出功能，诶当中伫厝会当在家事业吼，当然是遮好一年当中，咱嘛是嘛毋得去讲咱有一个使命咧活动。先咧辅助哦，伊个心态好啦吼，这是当然。咱了个是啥？咱个习惯也是咱个习惯，只是讲咱即马毋知影想袂开。是啦，去当然，咱会当去了解吼。不过咱本来原来伫个啥？普渡三者，咱主体面是台湾，普渡本身是台湾。咱咱个咱个回想个吼，毋管生活普渡话怎啊，生活啦话。烦恼外放啊，过程是心的烦恼，当然咱心哦尽量个放宽，哦心外放，当然咱要讲无量道吼，你心尽量个放宽，就不能下重心追难。哦，大度宽容，了解人间多少事啦吼，但是在咱咱里面做出迄个呢，哦伊个啥，伊个啥，迄个度量变吼，伊个哦咱个才能大度宽容，哦这是哦咱做些。所在，过只要心愿发出使命，靠无钱拢着一定有出路嘛。当然，这若当然发出这使命，这算这靠无，咱也肯打出去，嘛拢每每天拢会遮有咱家己，啊有咱家己咱自家的，哦这哦咱这的事实，哦咱都是坐咱的心愿要来关心，要来关切，所以这是。打出爱打出四面卡波，哦，这卡波爱打出掏钱，用掏钱做一条会出路，这是算生死的出路，生死掏钱了出来一个路啊路。所以呢，当然，你这十尊上当中的伊关心啊，伊关照啊，伊盼望啊，西方的这含之情哦，当然，比较正常参考，哦，罗志金。嘛好啦吼，阮古文有国规基金，所有个物件当然拢有基金，所以讲个达到外国拢一定爱，吼，拢规金服务。当然，咱来自伊个当然得名，就算爱得名啊。达到外国拢，咱每一个人拢有厝啦，拢有厝个当中，当然，啊，卖讲国家规不得啦，应该是拢大家拢有厝，大家拢规得规得得啦吼。但是咱每只有钱是。三是咱世间一个，哦，一个啥个，一个啥啥物啊？伊是世间的一个事，哦，咱讲天伦之乐。那么咱嘛知影天伦之乐是应该是伫天，这个天伦之乐个吼，当然个。时间的关系吼，我做一个大概一个啥，咱做一个结论。当然，我接做就是吼，他去。但讲因言歌吼真厉害啦吼，互人听到心真惊，这是真实的事件，讲出来互咱大家听。互咱讲当然，这因言歌吼是真厉害。啊，我话讲第三因言歌吼，我嘛要讲来是因为三世因歌的问题。那么因言歌吼了后，当然咱知影因言歌吼厉害。当然，伊个因言歌吼。因为虽然是不是咱搁属于咱的身上，但是咱拢有那有因缘果报，哦，有一个人拢有啦，只是无变露出来，所以讲咱爱静切切，心爱切切啦吼，爱讲着这爱有精进的心，哦，继续做落来吼。
卖啥时间的，我们就好啦吼。时阵讲啦吼，捡起一只伫遗忘的生，旧情旧情地方的财产，生年因少老老母娘给咱的钱，因少上帝赐给咱金，乞念转成作善，发愿用功的众生，拢无咧，拢会伫人生的功德内底啦吼。当然目标定了了，当然，哦，当然，了当然嘞。咱爱捡起来就是讲哦，咱爱将咱过去是伫遐先捡起来，遐有信。所以讲，闽南语来讲，他温之都，他有其放心于。所以讲，咱过去迄种心本性，迄个倒转来，咱定爱从迄种心本性找倒来。哦，迄是咱最重要、最重要的啥？也不对啦吼，当然嘛是。哦，也是唯一。旧情下往的心念，当然咱有好好的心，当然咱要纠正倒来吼。当然，因少老母的，因少上帝给咱的真。哦，当然嘞，咱本来是天生有钱，咱当然就是为本真，哦本尊。当然，一念转善作善，会当嘞，一念就是讲哦，咱上好好的心念，用好好的念头是啥，因善变成的。哦，当然转作善念。反正哦，咱就信哦，信伊嘛吼，发愿用化我们的众生，当然这发愿内底，伊这师尊先做一个发愿内底，当然互咱家人当平地。所以讲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，当然这因缘果当中，当然了解着人生，了解着因缘果，当然当然家己发无，当然做一个经典，做一个吼，互咱做一个照镜，哦，做一个形体啦吼。坚持这个苗，坚持这个一个，啊，所以你的心得就是讲。
你把你过去啊，这离这无明啊，无知所带来这因，透过着修道，你把这物件它自己都撇掉，啊，那对得起这功夫。所以对于这一般非电台啊，还是接接其他地方做功夫啊，哦，啊，其他又是贵的哦，但是你嘛是小业的啊，有影你嘛是小业，小业的苦业。啊，所以呢，因为咱学校啊，啊，我一个人耽误咱的时间，不过那是愈教愈少啦吼，愈教愈少。啊，我希望吼，咱的啊，年轻吼，大家了发现吼，啊，这个五年级嘛了发现，啊，咱可以昨天也了出去稍微看看嘞，看咱家己做教会的出来，吼，因为我只要看表就知影啊，我只要看表就知影，所以这就是平常无认真的教。哦，就说一声，啊，今仔日个讲师可能是人在讲尔吼，我着较无足认真。诶，那我食伊食饭嘛爱菜干嘞吼，你若讲食饭吼，食到个变成哪样嘞？尿酸啊，尿酸啊。哦，啊，你若讲对一寡个个菜吼，迄变成碱性较无，变成哪样个健康嘞吼？啊，所以无论讲师讲好，甲讲师讲歹，好个歹，伊伊拢有好伊。咱一面来开始，咱就接受有义啊，安尼好无？啊，希望讲咱遐人啦吼，有助力吼，啊，对这个叫人方面加强吧，要应付一下安尼啦吼，谢谢各位。何老前人历经大难不死的考验之后。